哎，你们来了啊！你们也知道快要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赶快，赶快，找地方坐好，坐好啊、哦！我们要开始了，来，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告诉你一个大秘密，水果冰淇淋喜欢你，美丽故事在这里，唱哒哒哒在一起。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，开开心心又甜蜜，水果冰淇淋真有趣，水果冰淇淋。旧积木洗过之后呢，又跟新的一样，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哟吼，彩色摩天大楼盖好咯，哇，无敌飞机，嘿嘿，出发。哟吼，好厉害啊，哇，盖了这么多积木啊，这是摩天大楼。嗯，琪琪坐的那是飞机。嗯，那李玲你那是什么啊？小马。啊，好像小猪哦，好笑哦，它的腿好短，那跑起来一定扣喽扣喽。啊，哎，我本来要做长长的腿，可是积木都被你们拿走了。哪有？那边还有很多啊。嗯，可是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玲玲啊。这个小马要长大哈，跟我们人一样，要吃很多东西啊。我那边有很多很棒的青草啊，我们带小马去吃大餐。哦，好啊，带小马去吃大餐。你看啊，这里面有很多草啊。哇。有这个漂亮草，有那个聪明草，还有快乐草啊。你的小马想吃哪一种啊？嗯，我的小马想要吃快乐草。好吃，快吃快快长大，你就会有长长的腿哦。好了，吃饱以后再出去跟大家玩啊。不要，我要在这里玩。哦哦，好好好，没关系啊，在这边也很好。正好我们可以看一个好玩的东西。水果，水果，冰淇淋。这是什么？喝啊，玲玲啊，你跟小马两个人都各喝了三杯水，你还要喝？我们是水之国的人，所以要喝很多很多水。很好啊，喝水其实很好，不过喝了你要记得上厕所啊。偷偷跟你说哦，我和小马会自己坐马桶，自己冲水哦。哇，哇哦，真厉害。游戏船靠岸喽！哎，小怪兽船长来了，你要不要带小马上船去玩啊？啊，好啊！咦，小怪兽船长啊 ，Hello， 水果奶奶。小怪兽船长，我们想要坐船。哦，你和奶奶可以，可是那只小猪不可以。
那不是小猪，那是小马。不管是小猪或是小马都不可以上船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动物会晕船，还会随地大小便。我的小马它不会晕船，它很厉害哦。哎，对对对，玲玲那个小马好厉害的。它会自己坐马桶，还会自己冲水，不会把你的船弄脏的。哦，那好吧。耶，坐船咯。出发。出发。哎呀，再见再见啊，再见。哇哦哇哦。哦，琪琪瓦路把桌子收得这么干净啊，等一下好好称赞他们一下。哎，趁着大家有空，我们先来听个故事吧。故事机器人。嘿呦嘿呦嘿咻，故事机器人快说个好听的故事给大家听哦。小猫今天刚写了海报，闪亮亮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喵喵喵喵！三只小猫发现好多的宝藏哦！其中有一面亮晶晶的镜子。三只小猫很喜欢这面镜子。你看，它们玩得多开心啊！猜猜看，花脸猫画了什么？原来是蝴蝶。蝴蝶飞走了，赶快用镜子来帮忙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花脸猫终于找到大家了。喵喵喵！数数看，天上多了几颗星星呢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看不到，好想长高哦。进不去，好小变小哦。随意变装机，只要一个按钮，让你随时变大变小，爱怎么变就怎么变。好清楚哦！有个啦！看电视的三个步骤：第一，在电视机前面找一个舒服的位置，记得哦，不能太近，也不用太远。第二，要选择最适合小朋友看的好节目。第三，电视机的声音不要太大声，刚刚好就好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步骤，大家都会了吗？数着了。你画到书包了。不用怕，我用的是魔法彩色笔。魔法彩色笔给你神奇的效果，只要一句咒语，图画马上消失。哦，啦啦。
哇，你画的图也不见了。地主哥了。水果冰淇淋。白浪淘淘卧不趴，张文朵儿往前挖。小心，船要开快喽！耶，我喜欢快快船，出发！啊，我的小马！哦哦，停船！玲玲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嘛，来来来，把它修理修理就好了嘛。都是小怪兽船长。开那么快！哎，我有提醒你要小心啊。可是你都乱开，一直摇，一直摇，小马才会头昏昏的掉下去。哼，没礼貌，下次不让你坐船了。哼。奶奶，小怪兽船长他好凶哦。哎呦。那是因为你也说了让他生气的话呀。可是我生气是因为他把我的小马弄坏了。啊，弄坏。好了，奶奶问你，这个小马的主人是谁呀？是。啊？是我。对了，那你是他的主人，你就应该好好保护小马啊。可是我太小。我又不会保护小马。哇，那照你这种说法，那现在这个小马以后要跟着我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大人呐，只有我能够保护他喽。可是，我，好吧，给你就给你。好了，哎呀，修好了，你看修好了。哎，还是很可爱嘛。哎，小马小马，现在起你要跟着我喽啊。哎呦哎呦，亮亮来了。哎呀，我们想要听好听的歌曲啊，赶快带着我们去看美人鱼哟。是我，今天有化妆舞会，我想打扮成一条大怪鱼。哦哦，你不喜欢哦？可是有的时候我想让自己变得不一样啊，比方变成大怪鱼，或是一只小章鱼。好吧。那我今天就先变成一只小章鱼，再变成大怪鱼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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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不玩了。今天美人鱼还有亮亮，还有小章鱼要陪你一起唱歌喽，听歌。No, no, no.
小马，小马，陪我做家事了啊！奶奶，奶奶，肚子饿了啦！哦，肚子饿了，好，我来准备点心，你们去洗洗手。奶奶，那个不是你做的小马吗？啊，对呀，现在我是他的临时主人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。那是因为玲玲觉得她年纪太小，不能照顾小马。那换我跟婉露照顾小马好不好？哇哦，一二三，哇，我们现在有三个临时主人来照顾小马。哇，小马，你好幸福哦。一点也不幸福。我才是小马真正的主人。玲玲，玲玲，我有新的彩色笔，你要不要一起画图？我现在不想画图。玲玲，你在看什么啊？莎拉，奶奶拿我的小马，不还我。奶奶为什么要拿你的小马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最棒的小主人。好了，新的腿装好了。赶快跑跑看。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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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奶，现在小马可以跑很快哦。嘿嘿，玲玲她看到了，一定会很开心哦。谢谢你们两个帮忙啊！啊，飞毛腿小马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小勇士。哇哦！哦，找到红萝卜城了！救你！啊，迪达兔！看我的厉害！哈，莉莉公主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小勇士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我被红毛怪抓住了，只要通过这个星球上的三个关卡，就能把我救出来。小勇士，快救我！迪达兔，我来救你了。第一关，彩色火山，登上火山，努力往上跳，成功在时间之内拿到三颗不同颜色的球，过关。小勇士，快来救我！耶，好，好，好，哟，蹲起来，哎，蹲下来再跳，很好，很好，但要蹲稳呢。哇哦，果然跳得高，这一招不错哦。蹲下去，咚，哦吼，这招还不错哦。蹲下去，耶吼，哇，谁教你的？这么厉害，好开心啊！过了第一关啊，我开心，你也开心耶。第二关，闪电蜂窝，按照你拿到的彩球颜色的顺序，一步一步前进，没有踩错，顺利抵达终点，过关。记得球的顺序吗？红、黄、蓝。哎呦，你也边走边念呢，很棒。红、黄，哦哦，蓝，自己提示自己，太棒了，来，红。黄，哇，你真好，蓝，哦吼吼，过了第二关，耶！第三关最困难，打击怪物，你双手要控制镭射枪，瞄准之后发射，能够成功打倒所有外星怪物，就能拿到神奇水晶，救我出来！瞄准怪兽，发射，瞄准了没？哦，瞄的真的很准哦。哦，果然准，瞄准了，哇，这样瞄，哇，你好仔细啊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再带一下，耶，
没想到这个枪这么准啊！哦吼！耶嘿！哇，顺利打倒三只怪兽，拿到水晶球救我出来，你是小勇士，耶！嗯，好，对，得救了，谢谢你，小勇士。卡片画好了，嗯，哇，画得很漂亮哎，嗯，快拿去给他们。嗯，呼叫美女狗，美女狗，拜托了。嗨，妈，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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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咻嘿咻。我是最会爬山的小马哦，这是给我们的吗？琪琪哥哥、瓦路，谢谢你们帮我的小马装上新腿。哦，这真的是玲玲选的吗？我看看，嗯，这个字丑丑的，哎，应该是吧。哟，小马，看样子啊，你的主人已经知道怎么说谢谢了，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嗯，小怪兽船长怎么还没有回来了？克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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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玲玲啊，你的小马来找你喽！耶，我的小马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写了什么卡片啊？哦，是要给小怪兽船长的。对呀，我想要跟小怪兽船长说谢谢。听到了，哎，是谁要跟我说谢谢呀？是我啦，我想要跟你说谢谢，谢谢你刚刚让我和我的小马坐你的船。哇，这么有礼貌啊，你好棒！那要不要再上来坐船呢？要，耶，我又可以坐船了。玲玲啊，这次要好好照顾你的小马喽。我会小心的。嗯，准备好要开船喽。好，加油。真是太好了，还记得吗？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玲玲啊做了一只腿短短的积木小马，为了不要让别人笑她，她就怪琪琪跟瓦路啊不给她积木。后来她又带着小马呢去坐游戏船，结果不小心啊把小马给摔下来了，她又怪是小怪兽船长船开的不好，那小怪兽船长当然就生气了。我呢就暂时做那小马的临时主人，让玲玲好好冷静想一想。想想之后呢，哦，他就画了一张卡片，要谢谢小怪兽船长，大家终于开心喽。奶奶，你要不要一起坐船出去玩？哎，好啊。不过在我们出去玩之前，我们要先跟所有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不会怪东怪西的朋友说什么呢？拜拜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冰淇淋一起说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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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甜。
样好滋味。